大家好啊，欢迎翻到嚟啊 ！NHK 广东啊军事频道节目啊，军武器研啊，我哋节目主持 Larry 啊，好啊，咁啊呢一节啊，咁啊计咧，我哋咧今朝早啊，咁啊同 ANSON 兄啦，咁 ANSON 喺度嘅 ，ANSON 兄你好啊，你好啊 ，Larry 兄，系啊，咁啊我哋轻微少少回应少少网友嘢啊嘛，因为咧我冇谂过个反应啊真系咁热烈吓，咁出咗咧几个钟咧都差唔多过万票，咁咧就近期少啦吓，咁啊可能奥运完咗啦，咁大家终于翻嚟睇军事啦，咁另一个原因咧就在于咧就会有啲小粉红喺度留言啦，系咪？咁咧就或者咧即系我哋冇叫佢做小粉红啦吓，咁啊可能啲外国人士啦就喺度留言嘅，咁咧就其中一啲嘅留言咧有事实就真系令人侧目嘅。咁啊，真系要大家讲讲。咁啊，包括咧都有几个 point 咧 ，Anson 兄系嘛？我谂你少见突然间咁大量嘅外国人士留言啦。咁啊，包括其实啲真系真系唔得嘅，例如讲你个潜艇啊，佢哋讲咧话中国嘅潜艇啦，咁咧就093咧，其实咧跟咗你好鬼耐噶啦吓。你几时发现先？系咪人哋已经跟咗你好耐先发现先？其实讲真啦，你发现嘅时候，你应该抹把汗，哇！原来我被人跟了这么久，如果你真的射我咪扑街咁样，我真的跟翻佢个说话嚟讲噶咋，个心谂，你又知道人哋真的去俾好耐之后先发现，定系一进入咗射程即刻发现系咪？咁好难讲嘅呢啲位，咁所以嗱，第一个 point 都俾你讲得通啦，勉勉强强，即系你因为有时有啲网友话啊嘛，有片有真相，呢啲唔会有片噶啦，声立点会有片咧？系咪唔会有片噶嘛？即系佢可能会有个声，即系个声个 clip 有咗，佢唔会俾你，唔会公开噶嘛？即系大家要明白，呢啲军事机密嚟嘅，呢啲好机密中嘅机密嚟噶，唔会噶，真系你其实你冇发觉咧，连战机咧有时 lock 你啊，成嗰啲火控佢都唔会 show 出嚟噶，即系呢啲都唔会，一真系全部都系一 show 出嚟就俾你知道我底细嘅，唔会嘅。所以大家咧唔好有图有真相呢啲嘢咧喺呢啲位系冇噶吓，唔好图唔代表冇真相。跟住又有啲網友話：，喂，我係攞架錢俾你嚇你啊嘛！我依家擺面俾你睇，嗱，我一追緊你，你記住，我南海監控住你咁樣。Anson 你講下呢單嘢有幾分裂？覺得如果你真係想人驚你，我真心你攞個05出嚟衝出嚟跟人咧，真心驚你一下。但係問題係呢、這個今日都同西文興講過，呢、這個就係、是、你係间谍嚟，即系你系一个 sniper 嚟噶嘛 ，sniper 俾人见到就即系见光死噶嘛。如果真系想系吓丑人咧，就应该好似Mustang 咁样啦，咁样可能就派架05冲入去人哋嗰个嘅舰队入边，咁啊真系惊啦，05啊真系惊啦咁就。系啊，仲要冇一架、哦，派两三架05出去，但系问题就嚟啦，而家冇咁多架05 ready， 咁唔紧要。你派架05再黐多一两架02D都够噶嘛？你咪就三架铲入去咯。喂，人哋真系咁开火咩？你咪就喺嗰度转嚟转去咯，好似之前 Mustang 咁咯，开快艇系咁跟咯，系咪？咁你试下你我开到最尽，开几多系咪？即刻逼埋人哋可以开到最高节数添啦，系咪先？系仲试话嗱，我哋啲蚕族师俾埋桥嚟啊，点样围啦？系咪？喂！你嗱，我成日覺得咧，你嚇人咧，你覺得攞個大隻佬嚇人好啊，定攞個咧瘦掹雞嘅人，但係揸槍好叻嘅，咁邊個好啊？梗係揾個大隻佬嚇人好啦，係咪先？大大隻隻，你就揾個喎，即係咧鈎挑鬼命，佢槍法係好啊，但係鈎挑鬼命，嚇鬼會驚你咩？係咪先？所以我哋第一個 point 唔成立，第二個就係、是、潛艇呢家嘢咧，陳兄頭先講間諜嚟噶嘛，間諜咧見光就死噶啦，係咪先？你機揾個間諜控佢，你梗係揾個打手控佢啦，係咪先？你即係揾個黑社会打手去控佢，佢最惊噶嘛？你梗系揾个05啲 muscle 啫，系咪？头先我哋讲，讲真，你好似以前苏联咁样，派个军六喺上面飞过都好啊，系咪先？你唔会系，你唔会睇开个潜艇嗱？你唔揾舰嚟啦，揾啲军六啊，揾啲 J15 啊喺上面头壳顶飞过咁样，都好似好睇啲。但系系啊，系呢个画面好睇，因为以前佢哋即系如果系苏联版就图16啦。即係佢哋一樣喺你頭喺航母艦上面飛過㗎，即係你就話图16係舊啦，但係蘇聯嗰時候都照用㗎，即係照飛過你上面啲航母，佢都唔驚你㗎，即係睇下邊個驚邊個咯，到時係咪先？你夠夠膽射我落嚟啊？係咪？即係膽搏膽，但係你即係我唔知啊，係咪中國個空軍又唔敢搏？因為軍六啊，即係可能即係跌一架少一架啦，即係可能就咁做。但佢都自制嘅，其實我覺得冇所謂。所以嗱，光六你又唔敢出嚟啦。你光六嚇佢就都幾驚㗎。你冇話上面真係擠曬啲彈㗎嘛，真係射得㗎嘛。係，
不是，我觉得如果他没有派空军上面飞呢，是 show 到他是有个克制的。但不过如果你夹硬攞话夹攞架潜艇嚟吓人咧，呢、這个有点而打过啦，我觉得真系。其实潜艇理论上佢最紧要就系佢一个隐蔽性系最强，你唔可能将你嘅强项即系攞出嚟咁样去做喺对方啲打手面前咁样做嘢噶嘛？系啊，非常奇怪嘅。好。咁真係如果真係做呢，就搵返架055或052呢，就一个比较恰当嘅威吓手段嚟嘅，相信係。係呀，所以嗱，我哋呢輕輕回应返呢一啲嘅网友啊，即係以正视听啊，係呀，即係你唔可能搵个恩挑鬼咩嘅人走去轰人哋嗰个打手，千祈唔好做呢啲嘢，俾人一锤打死你啲咩事。你諗下，我一支弹化埋去，你潜艇有咩自保手段啊？电子干扰啊？你发嗰啲咩拍条嗰啲冇用噶，你俾人哋围噶，到时几多架 DDG 喺隔篱啊，大佬你知唔知啊？即系你谂下一个战斗群，你好需唔需要战斗群？你可以唔好战斗群啦，你等人哋一架呢个嘅一架系咪 defender 嘅时候，你搞佢就 OK 啊，系咪先？系你几十个，你真系又有阿里巴巴级啊，七省全部齐，你玩呢啲嘢真系。唉，算啦，我哋嚟到呢度啊，即系如果再有啲咧咁分裂嘅留言咧，我哋都继续会做回应嘅。我哋好少回应嘅，不过真系要严正视听啊！真系大家有睇开军武器研都话噶啦，睇咗就知道，即系呢啲系分裂嘢嚟嘅，系啦。咁所以我哋即系亦都唔系同其他 KOL 嗰啲嘅 comment 啊。好啦，我哋今日咧正式咧进入呢个新闻啊。今日嘅新闻咧 ，Anson 你都几分裂嘅，我觉得呢个新闻个新闻咧就来自于咧美国嘅。咁咧就美国嗰边咧就佢哋嘅後任嘅一個嘅南方司令部嘅候選人啦，一個 candidate 啦嚇，咁啊佢咧就去到咧參議院嗰邊嘅軍事委員會咧就做一個聽證啊，咁咧佢咧就好過癮嘅，即係我當佢講自己政綱啦。佢嘅政綱係咩咧？政綱就話嗱，阿根廷咧嚟緊咧就會咧買戰機啊，因為大家知阿根廷咩事噶啦。喂，而家陣間咧神經會講下佢有幾慘啦。咁咧真係唔掂咧，佢真係冇機啊！即係佢，你知唔知佢衰到點咧？我覺得咧呢、這個地球上面嘅大陸咧。即系连 Nigeria 都好过佢嘅，因为 Nigeria 咧，即系都九等穷国都有 JF-17 啊，佢乜都冇，剩翻架 A4 嗱，佢系稍微好过菲律宾少少，但我想菲律宾好过佢啦，点解咧？菲律宾而家已经有 F-50 啦，系，所以已经好过佢啦，即系连呢个地球上呢个十等穷国菲律宾都有 F 嘅时候，你竟然系买唔到。咁所以而家呢个南方司令唔知点解，佢竟然咧就即系帮阿根廷出头，佢就话佢嚟紧咧系会致力改善同阿根廷嘅关系，包括咧可以帮佢攞一部咧即系有西方血统嘅战机，就唔想佢买咧嚟紧最新嘅deal咧就系同呢个嘅巴基斯坦就买咧呢个嘅 JF-17 Thunder， 即系我哋讲嘅枭龙战机。咁啊，呢个就真系实太分裂啦。咁啊，当中嘅恩怨情仇啦，我哋交俾 Anson 你。点解？嗱，你听完单 news， 你已经觉得哇好唔妥喎、啊。你讲下你觉得好唔妥嘅位啊嘛。其实你，因为我就觉得咧，你去南方先帮呢个阿根廷买机，咁阿根廷咧，佢就真系咧就走投无路啦，真系要问。巴基斯坦买枭龙战机，但系点解咧？就其实咧，佢之前咧已经好多单deal咧都已经被人 ban 过。其实佢最上一单deal咧就系去韩国啦，想买一啲高教机，咁都系俾人 ban 咗。咁其实呢就系菲律宾嗰部，冇错啦，又俾人 ban 咗。咁其实咧，今次咧就算佢买枭龙咧，其实都系掹掹紧。其实我谂枭龙佢都应该买唔到。点解呢？就系、是、呢、這个可能就去翻呢个嘅30年前嘅福克兰战争，究竟发生咗咩事呢？就系、是、当年呢个阿根廷入侵福克兰群岛，咁、之后咧英国咧就向福克兰咧就有一个咁都系近代史上咧最严格嘅 sanctions， 就系首先唔俾。阿根廷去接觸英國的任何金融體系啦，咁其實基本上等於佢如果阿根廷政府去買去發債咧，佢喺個 primary market 咧，佢嘅可以發債嘅手段已經少咗好多啦，所以阿根廷嗰個債息係非常高嘅。咁成本好高咯，佢要做到。佢個舉債成本係好高嘅，阿根廷政府。第二就係佢。在軍事上面咧，係唔可以購買任何有英國製造同埋英國技術嘅任何軍事嘅物件都唔可以買，係一個嘅 embargo。我諗啲網友聽到呢度，佢都仲唔覺得有幾大鑊噶，通常。
就係、是、嗱，咁你要諗美國先大鑊嘅啫，係咪？但係大家小心，其實呢個世界咧冇乜嘢嘅零件係冇乜英國嘅零件。係，咁之前啊就去到呢、這個，佢想買呢、這個，其實想買飛機好耐嘅。點解？因為阿根廷空軍咧而家可以正式服役嘅飛機咧係得翻23架嘅 A 4。系，咁而23架 A 4咧，有几多架飞得起嘅咧？就真系一个疑问嚟嘅，因为咧阿根廷咧好似都好耐冇人估见过阿根廷 A 4飞起噶啦，已经。佢啲 A 4都惨嘅，你乜 A 4当年对 Harrier， 佢都输俾 Harrier 噶呢位。佢当年对 Harrier 个战绩系22-0。你谂下。Harry 啊，嗰陣時你都劣勢，你何況對而家大佬？依家 Anson 可唔可以同我哋 update 下咧？英國喺呢個嘅科蘭群島，即係嗰個位咧，佢哋而家佢用緊啲咩機？福克蘭群島咁唔計上面有3至4個嘅防空雷達站之外咧，喺上面長駐咗8架嘅颱風嘅。唉，8架嚇、啊、對你20多架都有得啦，真係完全有得。係啦。所以佢真系阿根廷嘅空军咧，就真系好惨嘅。咁佢所以佢就系要去咗一个嘅想买飞机啦。佢谂住去避开英国嘅制裁，咁即系欧洲机佢唔买得啦 ，BAE 觉得佢唔买得啦，咁即系台风唔使谂啦，已经咁噶啦，阵风都唔使谂啦。系跟住咧，因为阵风台风都系同一个 program 出嚟噶嘛，咁佢嘅技术应该系有英国技术，所以台风阵风唔使谂啦，已经跟住欧洲 Griffin 啦，呢、這个英师啦，Griffin 都唔得。Griffin 都是有英國零件，所以英師都是不買得。跟住我將我眼光轉向亞洲啦，諗這個韓國的高教機冇啦啩。跟住點知當佢想傾掉嗰陣時，英國彈出嚟嘅話唔得，我有個呢個 embargo 去呢個阿根廷，同埋你呢架嘅高教機有呢個英國嘅零件唔買得。跟住咧單丟就過咗啦，跟住就轉頭咧就話啊，我不如去買驍龍啦，不如去。咁其實驍龍咧，我諗應該都買唔到嘅。點解咧？驍龍嘅彈射椅咧，就係、是、呢個 Martin Baker 嘅彈射椅嚟嘅。係啊。而 Martin Baker 係一間英國公司嚟嘅。咁相信咧，其實應該都係買唔到呢架驍龍嘅啦。真嘅。所以真係，所以應該佢嗰堆，如果佢真係買唔到機，佢堆 A 四都應該真係忙過世。你 FA 五十咧，又係 Martin Baker。系，唔系佢嗰个起落架，起落架咧又系英国做嘅，系，所以真系惨啦。佢唔系佢好紧要，佢两粒螺丝你都死啦，真系。有任何英国嘅部件，你都唔可以买。On list 你就死噶啦。咁所以咧，佢 G F 十七咧，即系我哋讲到 Thunder 呢个嘅雷霆战机，或者我哋叫枭龙战机啦吓。佢咧其实都几惨，因为咧其实佢一同韩国个雕一衰，佢已经即刻揾巴基斯坦。咁嗰陣時咧，佢係同咧中國嗰邊咧，即係我哋講中韓啊嗰邊傾嘅。咁咧就佢派咗個代表團嗰陣時咧，應該今年嘅五月左右啦。咁啊過咗即係唔係應該講中韓嗰邊係派咗一個代表團過咗布宜諾斯艾利斯即係首都啦，去傾嘅。五月嗰陣時，直頭去埋阿根廷嗰啲廠啊睇曬，咁啊傾咧就賣12架驍龍俾佢。啊，聽落就 OK 啦。咁啊，你諗下中國幾好出口戰機係咪？是出口战机咧，仲要佢今次唔系买咩咧？唔系买歼十啊嗰啲，系买 G F 十七，仲系卖紧对三代机。O K， 咁卖个三代机，跟住就中国都系 O K 嘅。个中学同佢倾啊，你想买咩啊？嗱，我哋有好几只嘅，一只就 Block Two， 一只 Block Three， 你想出买边？嗱 ，Block Two 平啲咯 ，Block Three 好劲噶，我哋有 ISA 雷达噶。ISA 雷达，但系大家要谂咧就系米格21嘅机身啦，我哋讲啊，咁当然都有一个好大改变啦，即系你复合材料会改变啊，成，但系个机型系冇得改噶嘛，咁你谂下佢个雷达罩有几大嚿，咁而家攞嚟摆 PISA 雷达我都嫌佢细啦，你仲要整个 ISA 雷达，咁呢个 module 有几多粒咧？我怀疑佢冇翻500粒，你都好难叫系一个 ISA 雷达，咁我唔知佢塞到几多粒啊。咁英國版 ISA 都係 ISA 嚟嘅，係真係一個靚女咧，一個靚女咧，即係火燒咗之後佢都係靚女嚟嘅，但係個樣唔同曬啊嘛，大佬，即係你諗下成件事真係係不可思議。咁 anyway 啦，咁總之就佢而家咧就問題係嗱，中國 claim 咧，呢一架嘅 G F 十七咧係4.5代機啊，雖然我哋係唔係太認同，因為我覺得佢勉勉強強都可以追到4代嘅啫，其實。
咁咧就，但係你諗下佢同 F16V 冇得比啦，英師冇得比啦。咁但係其實阿根廷已經係窮途末路啦，刀殺啦，你咪點啫？你好過冇，你真係同颱風打。唔通得 A4 過世咩？係啊，你起碼 A4 問題係佢渣還就佢真係飛唔到噶啦，即係等於伊朗嗰啲。F14 真的飞不到啊，大佬，你真的要做个步啊！好啦，咁你依家问啦，因为伊朗都唔会穷途末路，即系落签十啦，系咪先？系都系大家咧唔知嘅，去到穷途末路就会谂起中国噶啦。咁点咧？中国系，喂，佢心谂，喂，应该冇英国嘢啦啩？系，你真系唔好意思，你太睇小巴基斯坦，因为巴基斯坦，因为巴基斯坦嗱，我知点解佢咁谂嘅，因为佢以为咧。巴基斯坦的技术全部来自中国的嘛。他的弹射衣你买回中国，中国有自家制弹射衣的。他以为买中国的弹射衣。中国有个弹射，不知道什么 TE5 的，我记得我噏不出个全名了。五型的是最靓的中国的弹射衣，就是歼十都用的。那么为什么知道他不是啊，歼十用的你不是的吗？你不是来自中航的吗？不好意思啊，我们是 Martin Baker, 啊顶。Martin Baker 我搞不定。他没有想过你这么有诚意来谈，原来你有英国东西你不要过来嘛。你不是不知道我什么问题的啦，我什么身世。喂，调返转我就想问返 Anson 听啦。那是不是真的中航那班人是没有外交常识的呢？他是不是可能没有想过，他是不是想说，喂，有单deal，可能他没有做功课，喂，有钱就赚去啊，就没有想过，去了之后，喂，你知道什么身世，大佬，你还派英国人给我们玩。我就是说，其实阿根廷人是很愤怒的，因为他可能真的不知道，其实我觉得阿根廷人没有做功课，其实枭龙的spec都是大家知道的。是啊，上网抄了这些。不是咯，调回转中国又不知道你被英国制裁，不是嘛，你没读福克兰的历史，中国人是很喜欢读历史的嘛。是的。定是中航的人是不看历史呢？我唯有这么说，难道我们讲中国人不读历史吗？是不是，是不是人家读开这个 engineer 不用读文科 history？ 哦，但是间公司这么大，总有人提他的嘛。大佬，国家经营的话，这间嘢差不多是。所以很奇怪，即是整件事就是，阿根廷又奇怪。跟住咧就中國奇怪，即係成件事就等於林鄭月娥想訪問李慧詩，俾佢 cut 線喎。咁你話李慧詩錯定林鄭錯？我只有講係時間嘅錯咯，唔係邊個錯係咪？即係咁講啦，我哋嚇，即係我都想經營呢個台，唔講其他嘢啦。但係咧，大家有冇發覺成單嘢係笑？即係我哋都笑到咁。我諗咧，真係英國佬見到呢單，哇！你兩條友咁都得啊，真係唔使我出手，你哋自己都笑死我啦。咁所以最後成單嘢咧就係、是、原來連枭龍都搞唔掂，跟住咧阿根廷仲要串，你知唔知之前咧佢仲走去串中國，佢話。喂，你啲枭龙好似有啲贵、哦，我想买光辉、哦，跟住光辉，我哋又要 check 翻 history。咦，光辉有冇英国嘅零件？嗱，以印度人嘅后勤嗰个精神咧，Anson 已经最熟噶啦。你觉得有冇机会有英国嘢？人哋个后勤万国其实渗咗啲英国嘢落去，我觉得真系不足为奇，可能心里都唔知添，印度啲后勤。不是今次不是 Martin Baker 都可能个起落架啦，不是就个引擎啦。哇，你真的不知道的、是不是，即是 BAE 即是一个很大的公司的嘛，它有几多子系统公司你鬼知咩，它 BAE 有跟申报合作啦，亦都有。有啦。好多，你想想它真的多到，即是你现在的军工其实大家都知道，即是不会是一间厂做成整架飞机的嘛。根本就是複合軍工的，即係係民航都係啦，民航機度。咁所以你諗下，即係成件事一定是有份嘅。咁你話點算啊？阿根廷咁啊，仲有邊架血統嘅機？好似咧呢個南方司令部嘅候選人咁話齋，我可以幫你揾部西方戰機。嗱，所以成單嘢咧係。我觉得呢、美国都很奇怪的，为什么美国要插手这个deal呢，无啦啦去提入、阿根廷，可以帮阿根廷拿这个机呢，我想其实都是美国不想中国插手美国自己的后花园。他怕这个、中国呢就是可能透过这单deal呢打入了这个阿根廷的市场和关系呢，令到他的后花园就永无安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美国都自己想有个被逼啦，都想去打理翻自己的后花园，不要被中国插手啦。始终而家都同中国做一个嘅捉紧棋，两边喺度做一个部署。咁但不过其实我觉得美国有一架机咧出
口俾阿根廷，英國都唔會反對嘅。我記得之前美國係咪有一架咧？propeller 嘅係一架一個螺旋槳嘅飛機定翼機，可以炸掛炸彈嘅嘛？嗰架其實嗰架嘅係大嘴鳥 AT4，其實我諗你賣大嘴鳥俾阿根廷，俾阿根廷打下佢嗰啲恐怖分子咧，我諗英國係唔會介意嘅。我覺得英國係。但你就真的不明白为什么的、哦、即你不明白为什么、即但你其实美国你比这个英国都照吵的了，我估但你的杀伤力就小很多。其实可能比英国吵一吵，但不过真的如果你比任何一些比较打得下的战机，英国都应该不制的了，英国都肯定反台的。这件事是啊，还有英国和美国的关系，所以即第一，即第一下睇你个唔系好明南方司令部，但系当然我哋觉得就系佢后面一定有人教佢啦，啊，即系咁，即系佢始终都系一个候选人嚟噶嘛，诶，即系等国会批啦，咁所以非常奇怪。同埋咧，最后我有个疑问嘅，即系 Anson 嗱，我哋数嚟数去，嗱，你唔可以买英国嘅机啦，唔可以买美国机啦，估唔到你连中国机都买唔到啦。咁都呢个世界仲有一个强权噶嘛，就系俄罗斯，你即系普京大帝。你谂下佢旗下嘅企业系咪先？喂，佢真系有钱就六亲不认噶啦，俄罗斯人系咪先？咁你谂下，佢有钱都唔赚。咁啊，但系我哋咁谂，就唔系俄罗斯唔想赚噶，因为咧俄罗斯咧就近期咧未出咗，即、就、系、是、我哋讲2021佢个国际航空展嘅。啊，佢个 checkmate 航空展咪有个叫将死啦，唔知系将死人自己将死啦。咁咧将死呢部机咧，我哋同三文鼎都有倾过啦。咁咧就呢部机其实咧。佢一个好大嘅进步就系、是，你冇谂过咧，俄罗斯都会抄人噶、哦，即系佢系会用你个 DSI 进你度噶。系，其实我同阿 Simon 有少少嘅唔同意见啦。我就几中意 check 美架机嘅，其实我自己，我一个人几靓嘅。咁其实个进气度咧，真系同佢以前嘅气盾壳设计真系完全唔同。我觉得佢呢个咧。你第时可能呢个系 scratch 嚟嘅啫，呢个系初次登场。我谂第时咧，做一个量产版咧，我觉得佢嗰个进气度应该就唔会咁起角嘅，应该真会似翻咧，好似F16嗰啲咁嘅 curve 翻少少靓啲嘅进气度咧，咁个成个型都会靓。咁其实就算而家出咗嚟咧，我都觉得 checkmate 即系个机型系真系唔错，我自己几中意嘅。佢起码都会做到签十咁啊，衰衰地都。是啦，同埋我覺得始終你俄羅斯你咁多年嘅一個航空企業啦，咁雖然可能冷戰之後，咁可能始終都係靠住蘇27嗰個家族去延續咁樣去吊下命，咁其實佢始終有根底嘅，始終有 Sukhoi 同 Mikoy 啊呢兩間大嘅航空企業。始終佢出嚟嘅嘢都唔會差，咁見到 checkmate 咧，佢我諗佢去外銷，即係見到佢嗰、那個做個launching 嗰陣時啦，佢嗰個 video 都見到有好多個國家都係佢嘅 target 嘅，例如可能中東啦，見到個印度啦，其實其中一個咧係阿根廷喎，咁其實阿根廷點解唔揾我哋普京大帝去買呢啲俄系？战机咧，這个就真系唔明啦。嗱，你欧洲买唔到，美国买唔到，中国你又买唔到啦。咁其实总可以揾俄罗斯啊，但系点解唔揾俄罗斯咧？俄罗斯点解可以一个候选人咧？首先第一，嗱，俄罗斯嘅战机咧就真系全国做咁滞嘅，佢真系你见到引擎系自己啦，跟住你嘅机身全部都系自己做嘅，跟住咧佢连咩咧，连个弹射椅都自己做嘛，系咯，俄罗斯有出弹射椅噶嘛。系咪？即系中国咁，冇英国嘢啦啩？咁你有冇谂过中国机用英国弹射器啫？纯粹即系巴基斯坦，你冇谂过真系。咁你谂下，签十自己都用中国弹射器嘅，咁俄罗斯梗系用俄罗斯弹射器啦。佢仲出名过大陆咧，大陆嗰啲弹射器嘅根本就咁啊。所以大陆弹射器咧，佢有一只咧型号唔知二型嗰只，嗰只都系有少少俄罗斯血统嘅。咁所以咧，anyway， 我哋睇咧，俄罗斯系有齐晒啲条件，就系佢可以搣甩晒所有英国元素。咁你如果买佢咧，佢就可以俾啲你最而家最流行嘅机型你，例如苏三十啦。咁其实苏三十系最好嘅，即系苏三十而家仲出紧。咁佢咧又可以有轰炸，又可以咧即系做到巡逻啦、ISR 啦，又可以做到即系教练机。Multi role 啦，真正佢真系 multi role 嘅，你买佢系最抵嘅。同埋而家咧，肯定俄罗斯咧，如果卖俾你都唔会杀你价，因为都要倾噶嘛。所以其实俄罗斯 OK， 咁但系当然咧有几样嘢问题啦。俄罗斯后勤都出名啊，
即系出名 hea 啊。咁所以俄罗斯咧就真系麻烦嘅。同埋第二个咧就系俄罗斯系反复啲嘅，即系通常后勤嗰下咧就攞你命，即系嗰下就收你好鬼贵嘅。咁印度就领个嘢噶啦。咁印度咧就攞你架航母舰之后就好多手尾嘅，真系。咁啊呢个就系个问题啦。咁啊同埋咧，我其实最后个怀疑咧，就系我觉得系阿根廷系睇唔起俄罗斯嘅。咁啊，佢始终阿根廷咧，其实佢喺近代咧，系真系未买过俄系机嘅。你喺福克兰之前咧，佢嘅空军系用紧 A 四啦，用紧 Mirage 幻象啦，海军用紧英国嘅船啦。佢因为始终系冷战嗰阵时咧，系呢个美国阵营啊，咁佢纯粹系辣中咗英国，先至俾人揼咗餐。咁自从之后咧，佢真系买乜都买唔到啦。咁系唔系呢个遗留落嚟，咁令到佢根深蒂固，就系话阿根廷嘅军佬就觉得啊，我要买呢个西方阵营嘅战机，我唔买呢个嘅俄罗斯嘅战机，会唔会系有咁样嘅元素喺佢哋个脑海入边，所以就唔买呢个俄系战机咧？但不过如果其实睇翻头先三文兄讲咁多嘢，咁多综合元素，佢真系得翻一条路去行，就系问普京大旗买飞机嘅啫。系啊，你乜中国战机佢都买唔到啦，系咪？咁但系当然咧，即系嗱呢个咧就留翻俾讨论区嘅网友大家倾啦。咁啊，点解佢会先拣咗中国战机都唔拣俄罗斯战机咧？咁啊，系嗱，我俾一个方向啦，可能佢觉得佢啲航电好啲咯。嗯，有机会。方法啦，第二个就系可能即系中国人我哋嘅 presentation 就比较下，即系能屈能伸啦。我哋个 sales team 比较好。即酒量比较好啊，冇咁易谂。咁啊，俄罗斯嘅酒量都好好噶吓，咁但系咧就，但系俄罗斯可能讲嘢就直啲啊，即可能冇氹得你咁好。我哋假设啫吓，咁啊，所以我哋估咧，其实就即系成件事好离奇嘅。你揾枭龙都唔揾俄罗斯啊嘛，即系苏廿七系列嘅嘢咁好，你唔买苏廿七唔紧要，你米格廿九 K 都顶住先啦。系啊，你知唔知我直头谂咧，佢衰到点咧？你最后都不如试下搵波兰啊、罗马尼亚，问佢攞埋佢最后嗰批米格机啦。得谂噶，平平地，你又唔系贵，唉，衰到尽啦。好过用住嗰班 A 四啊，真系嗰班 A 四仲飞唔飞得起都系个问题。有嘅 ，Anson， 我帮你谂咗好多噶。北韩都有米格廿九 K 噶，你问佢攞，你俾钱佢咪得咯？依家北韩最需要粮食，你俾粮食佢啦。阿根廷大把粮食，又有牛又有麦，以物易物，你又有小麦，又有牛，佢哋最就系呢啲啦。金大委员长系咪先？你俾佢哋一唔够嘢食啊！佢哋你一船船咁车埋去，佢就一船船车翻架米格廿九 K 俾你，以物易物攞住先啦，可以飞下先啦，起码米格廿九 K 旧啊旧啲，虽然佢嗰啲真系比较旧嘅米格廿九 K， 翻嚟整咯，起码都飞得起先，起码唔系 A 四大佬。我真系帮阿根廷谂到尽噶啦，真系因为美斯，我都帮佢谂下。谂到尽噶啦，咁你谂到最后，我觉得咧唯有揾美斯帮手。喂，西班牙可唔可以俾啲我哋？冇办法啦，我谂唔到点样帮阿根廷。阿根廷真系而家真系，除咗佢又唔揾俄罗斯，真系谂唔到买有咩新嘢可以俾佢买。系啊，咁所以就唔通佢仲谂住买 F-35 咩？唔使谂啦，系咪先？所以更加唔使谂 F-35。系啊，所以佢应该同土耳其睇齐噶啦，即系土耳其买乜佢买乜啦。即土耳其都是惨的，土耳其现在又是问俄罗斯买东西之后呢就真的又是惨的。所以总之土耳其做什么他跟啦，那我想都没办法的啦，都是啊，如果土耳其都买了，那做什么不买呢？是不是，是真的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不是俄罗斯飞机。可能嫌贵会不会，我可能后勤他自己没养过这些俄罗斯的后勤，怕贵，而且始终之前他都要买这个枭龙，他都要讲价，我想可能始终他的因为他始终阿根廷的经济都已经冧了很多年，可能他自己的荷包都不是很够深去买一些比较高档的战机，那怕可能见到印度的前居可鉴，又怕自己被人掠多翻，可能就怕不够钱给了，真的。都系，唉，但真系燃眉之急咯，真系。咁啊，最后唯有运印度买光辉啦。咁啊，印哎呀，即系光辉战机喺国内未买到一架之前，就可以喺出口销售下先。我觉得光辉战机随时都应该有好多英国零件，所以都唔乐观啊！我哋都系啊，都唔乐观。你谂下，其实最后应该买歼十嘅。
簽十應該就冇英國領，但係可能英國最後佢會同你講就係、是，喂，你知唔知誒、簽十之前個引擎咧，有一部分技術都係來自我哋英國嘅，有機會。係，因為咧嗰、那個技嗰、那個 embargo 唔單止係零件啊，係有涉及英國技術都唔買得。係啊，咁。簽十可能真的有的，即大家知道它的引擎，即是我們的渦線，渦線有些血統是少少來自英美那邊的、這個都不敢說，所以為什麼不買簽十都可能有原因的、我們即管看啦，即這個消息其實就 很細微，你連報紙都看不到的，但我們看完之後，我和Anson研究覺得喂這件事真的要說，真的太爆，還有你沒有想過阿根廷已經去到山窮水盡，自己錢就已經沒有了，還要沒有面子又沒有朋友，唉，即系呢个世界冇钱冇面冇朋友咧，真系唯有宅喺屋企，唔知斗臭，真系好惨嘅。我哋依家山穷水尽啊，阿根廷真系系啊，所以唔好怪我哋今集讲得太直接，真系好惨。我自己系好痛心，我觉得呢个国家即系曾经都系南美个大国嘛，系咪？即系搞曾经光辉过，就一指错就满盘皆落索。你谂下以前即系曾经个年代咧，即系迟啲啊。Ian 听到 Anson 听会讲翻咧，喺南美嘅军备竞赛，哇，何其风光啊！当时，哇，100年前嗰阵时，呢、這个啊南美洲嘅无畏舰仲多过欧洲。系啊，所以你感觉系咩咧？就系似而家咧喺南海某啲国家咧，又系啲军舰嘅极多啊。咁啊，唔知会唔会有啲似100年前嘅阿根廷嘅情况咁样啊？咁啊，希望及后唔好似阿根廷咁嘅命运啦。咁我哋就呢节嚟到呢度啊。咁大家记得帮手咧，即系睇下广告啦，订我哋嘅 YouTube 啦，同埋我哋嘅 Patreon 啦，$40唔使嘅，咁啊可以支持到我哋呢啲支持广东话嘅小台啊。咁另外咧就货金咧可以有咧银行啦、PayMe 咧同埋转数快嘅。咁同埋大家记得下面留言啦，你觉得阿根廷适合买咩机啊？咁啊，我哋有好多选择啦，你可以包括买继续买中国嘅机啦。咁啊，例如买咩咧？我成日谂签十一咯。不过有俄罗斯血统嘅，你自己谂谂。签十一可唔可以出口啊？因为会俾俄罗斯打嘅。系咯，俾俄罗斯突围嘅出手签十一。系啦，但系都冇乜得噶，签十可能都唔得啊，因为咁啊，签十六都系嗰啲血统嚟噶啦。咁啊，签二零出口嘅。咁啊，第二个咧，可能要买俄罗斯机啦，系咪？咁啊，第三真系唔多啦，我哋都即系点数都冇数。大嘴鸟系啦，大嘴鸟啦，咁大家又谂下，即系呢三个选择，你觉得系点啦？咁样好啊，咁我哋就喺另外一节嘅世界快消息咧，我哋再见啦吓，拜拜，拜拜。